对啊，咱这个龙水路的改善吼，即阵啊目前咱有看到的吼，就是要拜托县长，这就是讲，咱这阵目前的对啊，咱这条产业道路对，吼都包括其他的吼，都这条道路真正得特别吼，和咱这农民较无法度对唔吼，也都不堪使用啦。稳定。这条路啊，另外就是讲，咱来到这个海基村、海博川哈，海博川这个农塘啦，吼，实在是怎样，将来吼，对将来环境来讲，是一个真好的点就对了哈。啊，不过伊这个提案吼，过去咧做的时阵，大概吼，唔是讲介坚强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有了放弃安尼吼。这若是讲咱有一挂老大人，包括囡仔在家里运动、这休闲吼，都会造成危险哈。所以将来是发展真久，希望讲吼，啊，这边这提吼。把这些爆花哈，一旦给做起来的哈，我们觉得这样子的要求呢，也相当的有道理，而且有必要哈。不过就是讲哈，这个环境真好啊，除了做这个花之外了哈，如果那是讲一旦哥啊来进行美化、绿化哈，安尼对咱全民的使用更加有一个效益对了哈。所以咱即马大概拟定两个方案哈，第一个。最好的方案就是讲啊，你都含这硬体建设甲做起啊，安全的设施，包括绿化、美化，这个当作一个案子。这个案子爱开的钱也较济啊，但尽量看是不是当争取前瞻的这个水环境的计划，这是第一个好方案。如果那是讲有困难的时阵哈，那基础的物件该做是爱做哈，所以讲它这个安全设施哈啊，这个提案的部分哈，环境部来想办法哈，啊，我们来一当地从紧的时间内底来个完成。太好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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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